当当看呐、啊！巨大な氷塊を投げつける三番隊隊長ジョズ。赤犬はマグマの拳を握り、一瞬间将冰块蒸发掉。岩浆拳，超烫！天哪、啊，白胡子海贼来袭了！四拳的下一个就是你，硬把对手的伙伴拉上场，这也太扯了吧！好啦，我们扮演什么就要扮演什么啊，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四拳的心态，用尽全力来跟他打。白胡子海贼团，哇塞，超强超强！哇，白胡子海贼团怎么这么强？我可是上将，我不能输！我的部下都在看着我，我的部下都在看着我，我的辉煌，我的一切，哇！用尽全力，我可以的。哇，完蛋了，没有办法，这个我已经完全百分百发挥刺拳的本领了。看来我们要再加油，发挥200%的力量。这个所有的部下都在看着我，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输啊，至少给他个一拳。嘿，哇，这个大招太厉害了，我一辈子都没办法使用那么强的力量。哇，嘿，我跳起来了，伙伴看到我跳起来了。哇，欸，他背景好帅哦，很多人在那边挥来挥去。这个背面受伤是耻辱啊，我被背面打到了，我中了耻辱了，绝对不能逃跑。但是对手太强了，这就是刺拳啊，大家看到没有，落荒而逃的刺拳。是不是男人啊，刺拳，我一直在把控往前，可是他听不了我的话，他畏惧了。哇，刺拳，你在干嘛？背后受伤是耻辱啊！你是上将，你不能逃！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哇哇！居然因为背后而死啊！这个身为上将还绕跑，这死得其所啊！我没有办法。好啦，我这样玩不完啊！我该被迫玩剧情了。他招式好强啊，大喷火！哇，下一个就是你是怎样？还有什么明狗？我记得他这招有没有直接在敌人后面出来，超没品。呜、哦，好痛哦！虽然我是觉得死了就算了。哇！哇，这一拳接着一拳，哎、欸，他这招 CD 好短啊！这也是做坏角色，哎、欸，才想说这应该是做坏的技能，没想到都被破了。看来也还好。哇！哦哦，我刚刚真的是故意的，对啊，刺拳就是该多死几下，你懂的，对，这我没有发挥真本领啊，大家知道，明白就好。我懂，大家想要多看一下刺拳的死亡，打过去。哇，哎、欸，他这样也可以破、哦，哎、欸，有，哇，有了，会了，明狗就只是躲在地底而已，躲，哇，这好坏哦，有种别人过来就躲下去，过来了，快躲，哎、欸，超坏的、欸，哎。用这种邪恶的招式，这就是刺拳，唉，受不了他。再胡烂没关系，我们听习惯，没有胡烂，没有 ，trust me。哎，哇，真的假的？还要一直玩他哦，讨厌哦！这个还可以玩三只，哎，也太爽了。那我要玩青雉，我真的很喜欢青雉。包围壁，
启动。所以这边，なんとかしねえと。快想个办法。急がねえと。あいつらもうエースを処刑する気なんだ。そうじゃな。なんとかせねば。あそこが唯一鉄壁の穴。どうにか利用せねば。你可以用弹弓的方式啊，反正 Luffy 将一个拖，然后啾的过去，虽然可能会在半路就被打掉啊，被打下。哦，来了滑板，冲浪，呜呼！哦，所以我们三个要打鲁夫哦，这也，哇塞，这很难打，真的很难打。怎么觉得画面阴影好多？堂々としちょるのドラゴンの息子ドラゴンの儿子怖いねこの若さ黄猿的脸真的是超有喜感哇塞三打一这应该蛮难打的啊毕竟鲁夫这么厉害对不对哇塞千万打不愧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天哪赤犬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两年前鲁夫就有这么厉害了吗哇哇你看你看你看相互抵消天哪绝不饶你换青雉了青雉可是我们超级厉害的曾经打败过鲁夫的青雉现在一拳被打飞不鲁夫你要挑战我们两年后再来吧两年后再来吧不想不到你现在就有办法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的海军最后的希望上啊黄猿哇有没有黄猿就是不一样打中他的肚子等一下黄猿加油啊不会吧好奇怪啊鲁夫两年前就这么厉害了吗这就是真正的鲁夫真正的力量啊玩不玩了玩不下去了好啦我们该认真了我也很希望剧情是这样啊这样的鲁夫多么的厉害啊但不得不说刚刚打下来这鲁夫真的还蛮厉害的我觉得他比我操控还要强很多哎我们要抓那个时机用鸣狗鸣狗这招真的是很 OP 我记得还有一招绕背啊哎呦绕到绕背没品绕背法躲哎我要躲下去哎真的假的哎我刚刚躲下去打不到他哎我真是打到了哇、哦！吓死谁啊？用鸣狗又抓到了，这样血量会算输吗？我可以换人呢、欸，换人这样算我赢吗？我血比他多，算输，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干掉他。好，了解。鲁夫有点厉害啊。哎、欸，这个卑鄙无耻的赤犬还是可以赢的。天哪、啊，鲁夫好可怜哦！好无耻的招式哦！哦，被打！无耻招式，鲁夫好可怜哦！为什么都弄不出来？有时候都没办法钻地到他背后。蹲地！哇！快不，再不蹲地就要输了。哎、欸，你看，鲁夫超猛的。好啦，天哪，最后两秒。
好可怜哦，鲁夫。哎，二档，打不赢，打不赢，打不赢！再打下去，我们绝对打不赢了。跟黄猿比速度，等等，刚刚用次元杀艾斯，真的假的？我一定不玩。お前の爺さんは恩人だが、仕方ねえよな。男一匹選んだ死の道。50秒。大将，谢马可拯救。刚刚我觉得也没有算欺负鲁夫啦，他已经展现出。差点打赢赤犬的能力了，那个鲁夫比我玩的还要溜太多了，真的太强了。哦呦，新角色，亲自跟黄猿 get。我们不是伙伴吗？哇，他们也是一路从前面打过来啊！不爱胜啦，为什么不能跳过？絶対に逃がさん。无情的追击。麦わらのルフィによってエースは救出され、二人と配下の海賊団を逃がすため、白ひげは信頼で力を振るい続け、失態に浮き足立つ海軍。だが赤犬は悪魔でも慌てるな。ここから出しゃせんわい。超刺拳，这游戏哦，哎，这游戏真的很过分呢。哪有人设计这样子的、啊？他就把一个敌人战争，然后各方角度去玩。哦，跳过这段啦，跳过，哎，也可以跳过哎。他这边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真玩，让大家感受一下真正漫画当初是如何。艾斯也太强了吧！艾斯超强哎！大家有看到我的血量吗？我被打几下就挂了，不愧是艾斯啊！赤犬完全打不赢。哇！艾斯整个冒火。哇！我们要冒火一下，嘿嘿，打不到。马达，艾斯，你没有那么弱吧，艾斯？哦啊！啊！我不要！哇塞，他的火拳半条血直接没，这就是史实，大家了解了。好，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这个想着刚刚就好了，好不好？想着刚刚就好了，接下来不要看了，接下来是虚假的剧情。这不是真的。No， 闭上眼睛，还没可以睁开眼睛哦。可以开眼，我再说。哦，好强，还是超强。还不行。那个刚刚的艾斯的美好还没结束。哦，回想刚刚的那个火拳，哇，那一发火拳真的太厉害了，太棒了，那就是史实，那就是完美，好不好？跳过动画，好，可以开眼了。刚刚赤犬完全被打得落花流水，然后赤犬就跪下来求饶，但是艾斯就是说啊，给你一点面子啊，我用死亡，请你放过我的弟弟。对，这就是真正的。故事。ルフィをかばい。衝撃発した赤犬は再び。干嘛？哪有玩两回的？哪有玩两回的？
你们说跳过要看什么？那是因为看过了。哎，这一段好像没看过。你太过分了吧！哇塞，帅啊！吉贝尔帅炸了！这个一定要看啊！这个是超帅的吉贝尔。哇，真男人吉贝尔。